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57面，557面第七行，从当中看起啊，第七行。从圆觉经云看起，啊，圆觉经云，本源清净大圆净，为本源清净如大圆净，培修圆觉六书序曰：是众生之本源。故曰心地，又本者本极，法性之离体，为法之根本穷极，故曰本极。这是念老引用《圆觉经》注解里面的一段话，啊，本源清净大圆净，这是经文，这一句是经文，啊，意思是说，本源清净，本源是自性，自性是清净的。慧能大师当年见性的时候，提出报告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”啊，真的见性。啊，自性是真心，是清净性。啊，本来一尘不染。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染污呢？没有。纵然造作无逆失误多阿鼻地狱，真心没有染污啊，所以它叫做真。那染污的是什么？染污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。妄心叫阿赖耶啊，阿赖耶染污，真心没染污。可是设法界的众生迷失了真心，真心有迷了，所以真心不起作用，起作用的是妄心啊，这叫凡夫啊。如果真心起作用，那就叫菩萨。啊，这一点我们都认识清楚。真心起作用就是菩萨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。经教里面所说的全教菩萨，乃至于设法界里面的佛，都还是妄心用事，不是真心啊。真心用事，十法界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，如梦幻泡影了。所以真心用事啊，什么时候真心用事你自己知道，你超越十法界就是真心用事。啊，不过四圣法界呢，这个妄心呢用得正，完全是奉行佛菩萨的教戒，
啊，没有违犯，这是四圣法界用的正，所以那个境界也很清净。啊，我们称它做净土。净土是跟六道相对而成的，六道染污，不清净。啊，四圣法界清净，没染污，都是用的妄心，啊，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。啊，我们六道凡夫啊，不听话了，听了不肯干了，啊，所谓是阳奉阴违。表面上装的，啊，好像是个佛的弟子，啊，内里面起心动念呢，跟佛的教诲完全相违背，啊，还是搞的自私自利，搞名闻利养，啊，依旧是贪嗔痴慢疑，没有转过来呀，啊。这是六道众生众生呐，啊，纵然学佛了，还是造业，依旧要受报，出不了六道。啊，真正要想出六道，弥陀慈悲，啊，断烦恼太难了，佛知道啊。啊，所以净宗啊，不要断烦恼，不断烦恼，但是要把烦恼控制住，这就能往生。啊，控制住就是伏烦恼，啊，你把它伏住，虽有不起作用，啊，经教里的术语叫不现行。啊，我们叫不起作用，就能往生。啊，如果烦恼时时刻刻还现行，念佛也不能往生。这个要清楚啊。那么怎么降伏呢？烦恼才起。就换成阿弥陀佛，这叫辅助了。啊，第一个念是烦恼，第二念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就把辅助了，这叫会念佛。啊，这叫念佛功夫得力。啊，顺境里面生欢喜心，生贪爱心。这是烦恼起现行的，这是造业啊！欢喜造什么业呢？人天人天业，逆境心里很不高兴，脾气上来要发脾气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换过来，就扶住了。啊，发脾气造的是什么业呢？造地狱业，其贪念是恶鬼业，是鬼道啊！啊，愚痴，是非善恶都不能够辨别，实在讲太多了，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的。这愚痴，愚痴是畜生道。啊，所以贪嗔痴一定要小心，它是三恶道的第一个因素。你说多可怕？啊，这个念头才动，第二句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古大德所说的，不怕念起，
只怕觉迟啊。觉迟什么？你就继续造恶业了，继续恶念相续啊，这个不得了啊，这就造业了。恶念采起了不相续，立刻它就终止了。啊，用佛号比什么都方便。啊，84000法门确实，念佛是第一方便法门。而且是无比殊胜的方便法门，那不念佛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自己冷静去想想，我不念佛，我的念头是不是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？啊，那么再观察这些念头，究竟是善的念头多，还是恶的念头多？啊，你要记住。善念在三善道，恶念在三恶道。啊，自私自利、损人利己，肯定是恶念，全在恶道。啊，自己没有了，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，这是善念。三善道出不了六道回轮回。这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佛教给我们修净业，念佛是净业，净业里头第一个净业。啊，阿弥陀佛，三善道没有，跟三善道不相应，跟三恶道也不相应。啊，他跟哪里相应？跟极乐世界相应，跟阿弥陀佛相应。你说多殊胜啊！所以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了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二乘人天，谁不想见阿弥陀佛？见不到啊！啊，念佛的人就能见到。只要你真念，真正能把烦恼控制住。啊，念佛不能控制烦恼。是跟净宗结个善缘，种个善根，今生不能成就。啊，那成就是来生后世。你要问你哪一生成就？哪一生佛号能控制烦恼，那一生就成就。现在你能控制，你现在就成就。啊，现在不能控制，那就来生后世。啊，那要吃无量无边的苦头啊！啊，这一生因缘殊胜呢，遇到净宗啊！啊，遇到这么好的缘分呢！应当要咬紧牙根，放下情执，啊，用这一句佛号控制你的念头，一往生就能成就了。你学习呀，功夫就得力了。学习当中最重要的是精进。佛菩萨不住世了，经教在世间，经教就是佛菩萨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留在这个世间。啊，学习经教
就是真正亲近佛菩萨。古大德说的话一点都不错，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。这是佛在经上说的。佛在哪里？哪个地方有经典，那你就有佛。你展开经卷，你就跟佛接触到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认真学经典，只学一些仪式，仪式是表面，这个没用的。自己得不到受用，反而产生负的作用。副作用让社会大众看到我们迷信。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批评，是因为我们而引起的，我们变成佛教的罪人。批评的人有没有罪人？批评的人最小，我们的罪过大，是因为我们引起他批评的。我们如果做得对的，他们赞叹；我们做得不对，他批评。那么就是这个罪过，就该堕无间地狱。我们才晓得问题严重啊。你在大乘经里面去看，大小乘经一样，哪一尊佛不讲经说法？哪一个菩萨不讲经说法？都是不疲不厌的，没有休息啊。讲经说法有休息的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。他们跟菩萨不一样，菩萨是平等心，阿罗汉、辟支佛有清净心，没有平等心。他也给人说法，要看他高兴。他喜欢你就跟你说，他不喜欢你的不跟你讲。这就有分别。菩萨没有分别，你请他讲他讲，你不请他讲他也讲。菩萨做众生不请之有。你不请他，他自己会来。他什么时候来？他能观察，他知道你生生世世，知道你什么时候缘成熟，他就来了。缘是什么意思？你能听懂，你听了会欢喜，不会反对，这就叫有缘。这样就能感动佛菩萨来。如果你排斥，你拒绝，不肯依教奉行，佛菩萨不来。他决定不会帮助你造业，菩萨只会帮助你积功累德。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，应该要学习的。本源清净，像大圆镜一样，这是世尊在圆觉经上说的。本源就是自信，也就是法性。
啊，中国老祖宗所说的本性本善，跟这是一个意思。那个本善就是清净大圆净的这善啊，善好啊，善美呀。圆觉六苏序里头说，是众生之本源，这叫法性啊，或者是自性，真心是众生的本源，众生就从这来的，从这生的，所以叫心地。地是比喻啊，大地能生万法啊，树木花草五谷杂粮都是从地而生长的啊，比喻我们的真心能生能现，遍宇宙的万事万物，是心地所生所现的。啊，又本者叫本极。啊，本极是什么意思呢？法性之离体，为法之根本穷极，故曰本极。啊，我们追究宇宙万法从哪里生？什么道理生的？你追究到极处，发现了道理，搞清楚了，四相也搞明白了，这就叫穷极啊。我们中国谚语所谓追根究底啊，彻底搞明白啊，讲的物质现象，古今中外多少人在追根究底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，精神到底是什么，啊，近代德国科学家啊，物理学家普朗克啊，他把物质的现象这追根究底找到了啊，找到做报告啊，我们看到了，看到他的报告。他说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这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意念累积产生的幻象。所以，物质的基础是心念。这个信息很了不起啊！以前没人知道啊，这个信息如果是真的，地球上这些灾难就有办法改变它。地球上灾难是物质现象啊，物质现象的基础是心念，那我们今天把心念掌握好了，那物质现象就改变了。
啊，那么他这个话是真的是假的呢？佛经上，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是这样说的，3000年后的普朗克也是这样说的。啊，用科学方法把它证明了。啊，证明了《大乘经》上我们常常念的，念了怎么样？念了不懂。啊，念的是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经上常说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。所有这些物质现象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我们不晓得念了多少遍了。你说不懂，又好像懂；你要说他懂，他真不懂。那为什么？如果真懂了？我自己的本身问题解决了，我身上有些这个病痛啊、毛病啊，啊，我就有能力把它改变了。我用意念来给它改变，啊，不必用医疗啊。啊，我们的健康状况、我们的容貌都可以用意念来改变。不用去美容啊，为什么呢？相由心生呢，啊，念头好，相貌就好，念头健康，身体就健康，啊，念头好，我们居住的山河大地就美好，念头健康，山河大地绝对不会有灾难，啊，它健康的。这几句话多重要啊！啊，是佛讲了3000年，世世代代人都知道，但是都对这个怀疑，都不敢完全相信。哎，你不能说他不信，他信，他还会讲；你说他信呢，他完全没有干。啊，他生病还去找医生，还去找药。那这就不相信嘛。啊，真信他就真能变啊，他真改啊。啊，改不过来的时候有个方法，这方法是我的经验。天天念经，天天讲经。讲给谁听？讲给自己听啊！自己听的遍数多了，听个几千遍、几万遍，哎，假的也变成真的了。难道说你面貌自然改了？啊，体质自然就变了？哎，居住的环境真的它就不受灾难了？你就发现了。啊，一遍一遍的熏习，熏习到最后就变成真性的。啊，真性就真干。啊，大乘佛法的德用就现前。我们今天的经教的这些东西啊，不能现前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是懂得了、晓得了，一点功夫都没有。啊，阿弥陀佛48愿，无界修行才产生效果啊！啊，我们一生一世的修行不行啊，时间太短了。人家说五劫，这个世界沉住坏空5次啊，啊，这样长的时间，这48愿产生效果。
啊，我们今天发愿没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修学的基础，这个愿是个空愿，不产生效果。啊，愿要有真正的行在支持它。啊，愿后头有行呢，这个愿就起作用啊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每一愿都自然成就。啊，极乐世界是48愿造成的。啊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都不出48愿。啊，我们才晓得愿力不可思议。啊，但是愿行啊，那个行非常重要。没有行，愿是假的；有行，愿是真的。行圆满了，愿就圆满了。啊，所以法性的离体就是真如本性。啊，圆觉书里都称它为本极。啊，本极是《法华经》上讲的，底下引有《法华玄义》曰：“本极法身，微妙神圣。”啊，那是功德的成就，是自信本具功德的成就。啊，但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功德，因为迷失自信，它不起作用了。现在要靠修德。啊，修德是要把本性本具的功德修出来。是自己本有的，迷得太深了。啊，我们要回头。要穷极根本。啊，把自性里面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全找出来，这就成佛了。这由上可见本。你看，本者，众生之本性呐，众生的真性呐，真正的自己啊。经教里头所说的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就是这个东西不生不灭。啊，找到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你就大彻大悟了。啊，实际离体，实实真实。啊，离我们今天道理。啊，体是能生能现的意思，它是本体，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都从它而生。啊，它是根，它是本，所以叫本即法身。啊，它没有形象，它能现形象。啊，一阶。真如实相，啊，《般若经》上常用这4个字，啊，真如实相，具诸功德本者，
穷尽心源也，安住法身也，入住实相也，这个居住功德本有这三个意思在。穷尽心源是彻证。心源就是自信。彻底证得了。不是分证。分证是法身菩萨。他们证得但是不圆满。妙觉如来他证的是圆满。圆满叫彻证。彻底证得了安住法身，这个安是安全之安，圆满的安住在自性，跟自性成为一体了，它本来就是一体，现在是完全明白了，完全其如了。没有一丝毫隔碍。爱是障碍。隔是隔别，没有了。古人的比喻，如水乳交融，融成一片。这是心得了，心得。本来就是这样的，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体，跟十法界的众生融成一体，跟所有的现象融成一体。我们今天科学里面讲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都融成一体。它真的是一体，这是究竟圆满的佛果。这个境界叫常寂光，这个境界梵文叫大般涅槃，也叫大光明藏。我们要找自己。找到最后的根源，就找到这里。到这个地方圆满成佛，到这个地方才知道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是自己，就找到了。我们现在还有离我他了，没找到啊。虽然大乘经上念那么多。好像有这么一个信息，但是不能证实。修行功夫到家了，哦哟，才知道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经没有妄语，你再证实了，确确实实是一体。所以佛菩萨的慈悲心就是心的自信的慈悲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。你想到同体这两个字，同体就是此地讲的本体。
本心本寂同体。那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啊，自己对自己还能有恶意吗？我们以恶意对众生，就是以恶意对自己，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体。啊，能证得这个境界，这叫化身菩萨。啊，这个人不住十法界。啊，念佛的人，他一定住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因为十宝庄严土的人都知道自他是一体。啊，下面二土没有这个境界，他们还有分别的习气。啊，到这个地方习气才算是断尽了，啊，证得了本寂。啊，安住法身，就是真的法身。入诸法实相，知道一切诸法就是自己，这叫真相啊！哎，实相就是真相。菩提者，这下面解释菩提两个字。安乐集曰：菩提者，乃无上佛道之名。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佛道啊，啊，佛就是菩提的意思，佛是觉的意思，菩提是觉。无上佛道，华严经上妙觉如来才是无上佛道，成为大菩提。学佛的人在经教里有个名词，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一句话呢是可以翻，完全可以翻。啊，他没有翻，还用梵文音译过来。这当年在翻经体例里面称之为尊重不凡。啊，学佛的人求什么就求这个。啊，求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不是求升官发财。啊，只求这一样东西。啊，这一句话翻过来叫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阿翻作无。六多罗翻中国的意思是上，啊，三是正，啊，藐是等，正等，下面是三菩提，啊，三是正，菩提是觉，所以整过来翻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学佛的人求的是这个。你还有别的需求，你搞错了。
别的需求是什么呢？六道里头的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六道里头没有啊。六道里头啊，这个十四圣法界里头有三菩提，就是有正觉，没有正等正觉。啊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都是正觉，啊，不是正等正觉。正等正觉了，要破无明，正法身，正得法身了，那叫正等正觉。啊，正等正觉是谁呢？华严经上41位法身大士都叫正等正觉。那无上呢？无上是妙觉，只有一个位置。啊，妙觉是真正成佛了，究竟圆满佛啊！啊，正等正觉呢，是分正即佛。啊，正觉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，那叫相似即佛，还不是真的。啊，相似相佛不是真佛，啊，是法界里头的佛了。天台大师、智者大师给我们讲的。啊，去学佛就是要做佛，要成佛。啊，成佛成的什么？成的正无上正等正觉。我们就求这个。啊，这是佛法里面修学的宗旨啊，目标啊。啊，这里头有三个阶段，从下往上说，第一个是正觉，第二个是正等正觉，第三个是无上正等正觉，第一个是阿罗汉跟辟支佛，啊，全教菩萨，啊，第二个是41位法身大士。第三个是妙觉究竟佛果，这是三个学位也。啊，正得正觉的人，大乘教里面称他做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是第一个学位。最低的学位成正觉了，啊，第二个学位从圆觉初住到等觉，这里都有41个阶级，他们证得的是正等正觉菩萨，啊，所以菩萨是第二个学位，啊，最后一个这最高的学位无上正等正觉，学位的名称称它做佛陀。这我们学佛用功慢慢会升级，先证得的是正觉，再提升正等正觉，最后证到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教学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，这个名称是平等的，谁都可以拿到。啊，为什么人人都可以拿到呢？佛说了，
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换一句话说，佛肯定了我们，我们本来个个人都是无上真等正觉。啊，只是在意念不觉了，迷了，迷了本性啊！这迷了之后，越迷越深，迷到现在这个样子。啊，现在这个样子很可怜呐，智慧完全没有了，有的是什么呢？烦恼习气。啊，起心动念谁当家谁做主呢？烦恼当家，习气做主。那自己已经不是人了。你说你多可怜。那人说人是佛了。啊，佛菩萨慈悲呀。帮助我们恢复啊，恢复这个事情急不得，理上一念之间，佛跟众生是一念之间，那理上讲啊，一念觉众生就成佛了，一念迷佛就变成众生了，在一念之间呢。可是我们这一念回不了头啊，回不了头，佛才教给我慢慢来。你一点一点地放。啊，经过长时间，你慢慢就能放下了。啊，今天我们学佛，修学净土，能够在这个一生当中啊，往生见阿弥陀佛，绝对不是这一生才开始修行的，那个做不到啊。我们过去生中啊，已经修行了很多事啊，生生世世修行啊，累积的善根福德，这一生又遇到了啊，遇到了结着感，才有勇猛的精进心啊，真心真发愿，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怀疑了啊，真发愿真想去，这一生果然就去成了，过去蓄势善根的底子深厚啊，没有那个底子不行啊。啊，底子差一点的，这一生要是遇到缘险，这就是善道大师讲的，总在遇缘不同。啊，底子差一点，遇到缘好。啊，遇到善友，遇到好的修学道场，啊，好的同参道友，把他带上来。啊，这个是有的。啊，但这是个不定数，你不一定能碰到。啊，碰到你未必肯真干，碰到真干，那你的缘就成熟了。啊，这一生呢，肯定的生。啊，还有一个未定数的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你是上上品往生还是下下品往生，也在语言不同啊，决定得生是定数，你生在哪一个等级是不定数这是善导大师跟我们讲的，我们听的人人听的都很满意。
啊，决定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学校是学校，你是从一年级慢慢念起呢，还是插班进去呢？这叫缘分了。啊，有的很厉害，插班什么？插上上品，啊，去插博士班，啊，那成佛就很快了。啊，那有人查到小学一年级的慢慢念吧。啊，但是最后决定成佛，只是成佛早晚不一样，有人很快，有人很慢，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人不可以生轻慢心，不可以瞧不起。为什么呢？说不定他插班到极乐世界，他班级比我们高，我们不如他。你别看他现在笨笨的。啊，我们觉得很聪明，我们去的时候进小学一年级慢慢念，人家不聪明，还反而傻傻的，哎，他进一级差的差博士班去了。啊，人不可貌相啊，海水不可斗量啊，啊，对一切众生要生恭敬心，这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啊，无论什么众生。行善行恶都要恭敬，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了啊，不能不恭敬啊，不能不供养啊，供养是修福啊，不供养的人福报少啊，不是大福报啊，普供养就会得大福报啊，普供养有多少供养多少，别留啊，都把它供养掉，后续的统统都来了，越来越多，越多越要供养啊，越来越多是什么呢？这是佛菩萨加持啊，你有大心呢、啊，你有宏愿。诸佛菩萨成就你，加持你。如果你小心眼，只顾自己不顾别人，帮助别人自己留一手。啊，供养人的东西呢，这东西差一点的供养人，好的留住。那这小心眼呢，这人福报不大。啊，那另外有一种人。比你心量大一点，他福报比你大，好东西供养人，不好东西自己留着用，这人福报大。啊，所以佛说的一句话你记住，利他是真正的利己，利己是真正的害自己。佛对于事实真相了解透彻呀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总认为自己吃亏上当了啊。可是古人说，吃亏是福上当是智慧，你能相信吗？有智慧的人愿意上当，没有智慧人上了当人埋怨啊，起怨恨心，怨恨心起来之后到哪里去？地狱去了。啊，这欢喜心总是生不起来呀、啊！啊，这要智慧，人有智慧，永远欢喜，吃亏欢喜，上当也欢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后福无穷啊，后面的福报太大了。
啊，眼前贪的一点小便宜，自己的福报很容易享尽，享尽之后没有了。啊，因为你所得来的时候都是不是正常方式啊，都是用不善的手段得来的，但是得来的还是福报。你没有福，不善的手段也得不到。啊，你做小偷、做强盗，你没有福报的时候，还没有强盗的时候，已经被警察抓去了。他说：“你没有福报啊！你有福报的时候，抢来的、偷来的，你还能享受，是吧？还是你自己福报啊？但是你的福报打了很大的折扣了，你不知道啊。比如说，本来你有1亿的福报，你去偷人家、抢人家，只抢了几百万，你就觉得不得了了。你把你几个亿的福报舍掉了。”就亏折掉了，啊！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没有道心了，啊！占人便宜的念头就断掉了，那是你福德的根基呀！啊，不正常的手段夺取别人的，这自己的福报啊，很多人不知道。天天干这种傻事啊！啊，天天在折福，还以为自己福报大得不得了。啊，他福报一享尽的时候，马上那关门倒闭了，连银行都会倒闭。福报享尽了嘛？这些事情都摆在我们面前。只要你稍微细心去观察，通通看到啊，都在面前呢，一点都不假了啊！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叫“量大福大，量小就福小”啊，福报没有人能跟佛比。为什么佛的心量大？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所以佛的福报无有穷尽呐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佛的福报，啊，迷了之后，这些福报全不见了，不是没有了，叫迷失。迷破了，他就现前。所以，我们生活所需的这一切物品、物质，需不需要占有呢？不需要。你想占有？占有不了啊，它不属于你的，你怎么能占有？啊，用占有的方法得到的，还真得到了，还是你命里有的。你说你冤不冤枉？这个地方有一本书，我想有不少人已经看过，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。这本书是人鬼谈话记录，啊，凯撒是罗马帝国的
一个君王，他的年代距离我们现在2100年。2100年前，他派了一个军团，10万多人，想征服中国。统领这个军团的将军是他第三个儿子，三王子。这个军团在中国全军覆没，都死在中国。这些灵魂现在还在，还很活跃。附在一个农家妇女的身上，把这个故事说出来，要写成这一本书。这军团很可怜啊，现在是孤魂野鬼啊，到处流窜了。遇到一个菩萨，这个菩萨我们想必是观世音菩萨化身。他们称他做利宾菩萨。菩萨告诉他们，中国不是你们的，你来干什么？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呐，用武力征服得到的这个土地人民，是你自己的，你能够统领一个时期，不是你的，你这么大的这个强盛的军队，统统死在这里，不是你的呀。那么是你的，不需要武力去征服，也能统治啊。不是，你命里有吗？你有这个德行吗？有这个福报吗？有这个命运吗？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啊，命里无时莫强求啊。人偏偏干这种傻事，都在地狱受苦受难呐，可怜得很呐。这些人。附身把这个故事讲出来，他们现在都皈依三宝了，都学佛了。希望呢给他盖个庙，让他们有地方住，不要做孤魂野鬼。希望有个道场，大家在一起念佛共修，求生净土。其苏平居寺在甘肃，就是他们死的那个地方。最后没有办法了，集体自杀，就全军覆没了。他们这个元帅将军的时候死在那个地方盖个庙。应该快建成了。齐老居士告诉我，大概今年7月，这庙就能盖好。他们有个安居念佛的场所。说明什么呢？人没死啊，是身体死了，灵魂现。2100年还很活跃这些人来看过我，也是附身。我在香港的时候，来求我帮助，先找到我的，求我帮助。我在国外他们不能出国鬼也有界限的，
哎，他出国也要拿通行证的，没通行证他出不了国，所以他们现在回不去啊，罗马回不去，中国守边境的天神不让他们走啊，所以我在国外，我怎么帮助你了？所以我就想到齐思平居士。啊，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他，哎，他就去访问，到甘肃去访问，遇到他附身的这个妇女，哎，果然附身，详细情形告诉他，求他帮忙。那这真的一点不假了。啊，写这本书是当地统战部的一位科长，完全不相信这事情，这鬼话。可是接触到五六次之后，我觉得他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绝对不是这个附体人编出的故事，不可能。啊，他也费了很多心，找很多人来印证。啊，那个他说的话是古罗马的话，没人听得懂。他到外语学校，啊，去找这些专家学者，到这边来访问，证明他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三世因果，你不能不相信啊！你要不相信，到后来后悔莫及啊！啊，这些信息带给我们，人一定要诚实，要真诚，要知道命运。啊，命运有，该有，不要强求，到时候自然你就发了。命里没有，用尽方法去求，求不到。那你冤枉造了许多不善业啊！人一定要守规矩啊！如果想发财，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的方法好，怎么样才发财呢？财布施就发财。财布施是因呐，得财富是果报啊！财是这么发的，真财啊！啊，所以布施果报是越施越多。啊，佛最后教导我们，财不要攒积，不要留在那里，越多越施，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，永远布施，不要保留。啊，那你的财富就没有止境了。啊，你才能帮助广大啊贫苦的众生。你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聪明智慧是法布施，健康长寿是无微布施啊，无微是绝不伤害众生啊，所以。不吃众生肉是无微不至啊！你不伤害他了，你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！三种果报人人都想得到，可是他不肯修因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你看看经典里面，每一尊佛、每一尊菩萨，甚至于声闻缘觉，啊，他们所做的全是这三种布施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建造极乐世界，是财布施啊。
极乐世界干什么用的？是戒引、设法、三途六道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求学的，是财布施啊。每一天跟大家讲经说法是法布施啊，无一布施在两者当中全都有了啊，所以阿弥陀佛的福报那么大，一切诸佛都不能跟他相比。他是乐此不疲呀，喜欢在干呢，越干越高兴呢，啊，越干世界越庄严，啊，每一天到那天学习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，啊，这些都是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。啊，我们要发心向他学习。布施由近而远。啊，先对你的家人大方慷慨，没有私心，没有私财。啊，先照顾家人，然后照顾邻里乡党。逐渐逐渐向外扩大，啊，照顾你的亲戚朋友，再照顾受一切苦难众生，啊，你这个做法不但三宝加持，龙天善神拥护，妖魔鬼怪佩服你啊，不会找你麻烦。为什么？你是好人啊！妖魔鬼怪找什么人呢？表面好，心地不好，他就来找你，找你麻烦。你说你搞假的，你不是真的啊！你要搞真的，他要服你啊！啊，说明了佛法里面讲的。人人是好人呐、啊，事事是好事啊。妖魔鬼怪也是好人呐、啊，你善心对他，他也善心对你啊。哎，你用假的对他，他就对你报复啊。啊，即菩提是大觉，啊，真正觉悟。啊，菩提是无上佛道之名。修圣菩提心，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心，与上一句念读呢，则从根本之而差别之，从文殊之大智而起普贤之大贤，而入普贤之德了，端在道归极乐也。啊，这几句话解得非常之好。修殊胜佛道之心，殊胜佛道落实在菩萨的十度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十度，一般大乘讲六度啊，六度大家都知道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啊，菩萨天天干的就这几桩事情啊。华严经用十代表圆满，所以从般若度又开了方便愿力智，就变成十度了啊。那般若呢，就是根本之方便，是善巧方便，愿是法愿，
像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。啊，用愿来推动啊，它才产生力了。啊，这个力是我们先讲能力，它有能力，后面是智，这个智是知识。啊，用这些方法呢，把真实智慧布施给众生呢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现前的利益。啊，《华严经》讲的详细，讲十波罗蜜，啊，普贤菩萨十愿，啊，菩萨用这些方法，啊，真正的利益有情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。离苦得乐啊，佛门常说嘛，法轮未转十轮先呢，极乐世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没有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之前，极乐世界物质生活已经享受到了，很香。要懂得众生的欲望，懂得众生的需求，意识足而知融入啊，物质生活可以过得去了，才能谈教学，他心才会定下来认真学习。生活没着落，你叫他来上学，他做不到啊，他心没定下来啊，所以我们如何先帮助他生活上安定下来，那就先得用财布施啊，然后才是法布施啊，最后才是无为布施。这三种布施是有次第的啊，有先后的啊，财大家的力量啊，啊，出家人哪有财啊？设方供养，设方供养，只要我不自己不拿去用，再回归设方，就是布施。啊，等于十方这些财集中到这个地方，我如何来分配啊，合理适当的分配，让大家都得好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一般的这个布施之外，要真正希望对正法救助做出具体的贡献，就要建道场。我在1982年第一次到美国，在旧金山遇到一些老朋友啊，过去啊跟李老师在一起学佛的，他们移民到美国去了，住在老人公寓，旧金山的老人公寓。他是在市区里面，这个公寓是大楼，大概有20多层。
每一个单位呀还不小。他一个单位，通常老夫妻两个人可以住，一个卧室，一个客厅，一个厨房，还有储藏室，还有个小阳台。大概和台湾15平，15平多了，1平36尺，36英尺平方尺，10平就360尺，是不是啊？15平400多尺，400多个平方英尺，所以也不算小，住得很舒服。他这一栋楼里面有400多个单位，所以规模相当大。有公共设施，这个大厅，有些像大讲堂一样，大厅。那我们讲经就在那个地方，在他的大厅上做活动。我在那里讲了一个星期。我就明白了，我说将来以后的佛教道场啊，应该就像这种的。为什么？他已经退休了，退休大概55岁以上的，他没有工作了，正是听经念佛闻法的好时候。在今天这个社会呀，道场应该是这个。所以我就想到弥陀村，弥陀村这个想法就从那里来的。年轻人忙着读书，忙着工作，哪有时间听经啊？没有时间，只有到退休下来之后，他一切都放下了，这时候好修行啊。他又不修行，天天无聊啊。生活过得毫无意义，这个时候听经学习圣贤教育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他的生活就有兴趣了，生机才能够生得出来，所以办养老院好啊，养老院就是道场，里面有讲堂，有念佛堂。有休闲的中心，这些是公共设施，再能有一个图书馆就更好，讲堂里面天天讲经，可以播放录像带，播放光碟。让24小时讲经不中断，24小时念佛不中断。在这个小地区之内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可以看到、听到讲经、听到念佛。那么这个小范围就是极乐世界，小型极乐世界。这是21世纪的道场，21世纪绝对不是寺院庵堂。是弥陀村这个形式。老人公寓这种形式。澳洲的老人退休村，因为澳洲地方大，土地太大了。土地不值钱，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像公园一样，非常之好，里面宽广，树木花草多，布置的小桥流水，确确实实是老人生活最舒适的一个环境。但是缺乏的呢是精神上的享受。
那精神上面的享受的时候，啊，东西多，中国东西多啊。如果要不向这个方向发展，中国民间艺术将来慢慢也就消失掉了，很可惜。啊，所以应当培养民间这些艺术啊，这些人才。啊，他们到什么地方去表演呢？专门到老人公寓、弥陀村这去表演。如果这个国家有几千个弥陀村，他们也忙得不亦乐乎啊。啊，到处去表演呢、啊！啊，宗教教育、伦理道德、因果教育，在这个里面去实施，非常理想。啊，这得有大福报的人发心去做。啊，先从小的做，一个点做，慢慢扩大，十年、二十年之后就变成。相当有规模、有影响的道场了啊！一定要慢慢发展，根深蒂固啊，才做得好啊！不能一下就搞大啊，一下搞大弊病很多，搞不好欲速则不达啊，没那么大的福报嘛。福报慢慢从小培养，越培养越大。啊，这才是个办法，啊，才是一个成功之道。那么，这都是属于此地讲的修身菩提恨，啊，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心。那么，从文殊菩萨的大智，起普贤菩萨的大行。啊，而文殊大师只得了十大愿望，道归极乐，终极的目标一定在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做再大的事业，要知道，是极乐世界一个接待站，将来都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就有意思了。啊，所以经不能不读，经不能不讲。啊，读了就要学讲。对哪些人讲呢？对一个人讲行，对两个人讲行。不拘形式啊，每一天不间断呢。讲上十年就成功了，你就是大法师了。啊，大法师有不有必要登台去讲？没有必要。啊，有必要的是什么？是这种小摄影棚。啊，加上网络。啊，在这个小地方讲，全世界都能收看得到，这就行了。这种太方便了。啊，听众之多，啊，至少有几十万人听。啊，一般的应该在几百万人，甚至于到几千万人在听。啊，先开始练，练十年就成功了。受记，从佛受当来，必当作佛之记呀。这个受记，就是世尊预先告诉你。看到你现在修行的功夫成就，就可以预告你，你将来在什么时候成佛。
你在哪一个世界成佛？佛号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佛都会告诉你。啊，把你将来的成就预先告诉你。你现在在修因呢，后头有果报啊，果报自己不知道，佛知道。啊，行，因。据上所指智慧，誓愿于诸妙行。啊，佛会给你受持。啊，没有智慧，你没有能力去做；没有誓愿，你没有方向，你没有目标。你很难有成就。如果一个人他一生当中有一定的方向，一定的目标，早晚他会成就。啊，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方向，不能没有目标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有大福报的，应当将你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，你的福报就更大了。啊，大到没有边际。啊，阿弥陀佛福报最大，他把他的福报给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共享。啊，随着佛报无比殊胜呐！啊，具足这三个条件，啊，有智慧，有方向，有目标，有真干，啊，这个住妙恨就是真干，故必得佛之受持，而圆满果佛。故曰：受记当成佛。啊，诸佛如来给你受记，你将来决定成佛。啊，经言素语：举彼至恨，即彼成佛。啊，这个至恨当中有愿，因为经文四个字一句。啊，说智说恨，愿在其中。啊，这是受记必成佛。弥陀此记中，首二句是智是愿，中间三句是所修的殊胜行门，末后这一句是受记成佛，是所感之妙果也。啊，这是经文的第二句。啊，我们在前面看到的究竟菩萨道，具足功德本，修甚菩提恨，受记当作佛。下面这是末后的也受记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。会所曰：一切有情非情，非情我们讲的是无情。啊，有情我们今天称它为动物，无情呢，植物跟矿物。现在科学用这个分法，佛法之分有情非情。啊，现在科学称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。净慧繁盛，净慧是讲的依报，啊，清净的环境，
染污的环境是秽土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，我们这个地球是秽土。啊，这诸位都知道啊，地球现在已经受到严重的染污。啊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灾变。如果地球是清净的，就不可能发生这些灾变。凡身是珍宝，啊，迷失了自信，这是凡夫；觉悟自信的，这是佛菩萨。佛菩萨是神呢、六道众佛众生呢是凡，民诸法啊，无论是依报诸法，统统合起来就叫诸法。下面给我们解释信，信什么意思？信是不改的意思，是不变的意思。永远不变，永远不改，这叫心。其离体也，离是道理，是原理。体是能依，是能生，是能现的意思。诸法一切法，前面讲的依报真报，净土秽土，凡夫圣人，这都叫诸法。诸法本具的体现，永无改变。啊，明心见性的人见到了，给我们做了证明。啊，在中国唐朝时代，慧能大师啊，明心见性的时候，他提出了报告，也就是他见到了什么？他见到自性，自性是什么样子？自性就是此地所讲的离体。诸法自性的诸法的离体，离体什么样子？他第一句话是清净，啊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这句话要翻成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是清净的，这么一句话。啊，第二句话说，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是不生不灭的，不生不灭，就是大乘里面讲的大般涅槃。般涅槃是梵语，古印度话，意思就是不生不灭，它是永恒的，啊，就是翻译成中国翻成性字，性就是不改、不变、永恒的意思。啊，第三句他说，自信。本自具足，自性虽然什么都不是，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可是它能生万法，能现万法，啊，自性里面本有，
智慧，德能相好，但是没有语言，他不信。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你没有办法感触到他。啊，这是我们平常报告的时候常说，因为它不是物质现象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，眼耳鼻舌身接触的是物质现象，它不是精神现象，我们第六意识想不到，它是精神现象，我们第六意识可以圆到。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阿赖耶可以圆到，啊，不是自然现象阿赖耶圆不到，啊，精神现象是六七十可以圆到，啊，虽然存在，我们圆不到吗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吗？可是它是本体。啊，所有一切现象，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从他生的，从他变，从他现的。啊，那么这些现象千变万化，千变万化是识的作用，就是分别执着起的作用。没有分别执着，它就没有变化。啊，有分别执着，它就千变万化。佛在三千年前呢，把这些我们今天称为大自然的现象，他都说出来了。啊，而为现代科学所证实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诸法本具的体现呢，永无改变，乃至实际离体，这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，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因缘合成，假名诸法，诸法就是我们讲的这些现象。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？因缘和合而来的。所以佛说一切法叫缘生，啊，它不叫因生。实际上有因缘果，啊，佛为什么只说缘而不说因？因为因是平等的，因是本来有的。啊，慧能大师讲自性嘛，本自具足，那是因，是因本来有的。啊，可是因没有缘呢，它不起作用。因要有缘呢，三种现象马上就起来了，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它就生起来了。啊，所以语言不说因，说语言，道理在此地。语言生，所以假名诸法，缘聚的时候有，缘合的合，聚合的时候有，现象有，缘散掉的时候就没有了，这个相就不存在了。所以佛说一切法
毕竟空啊，就是从这个地方讲的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不要等到缘散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它没有，现前就没有，只是缘聚而有而已。哪里有啊？譬如一座房子，一栋房子，你看到房子有吗？没有。你要会看的话，这栋房子是什么？看多少砖头，多少瓦块，多少木材，啊，多少工程？你看是这东西啊，啊，聚合在那有啊，那拆掉之后就没有了。本来没有啊，现在盖起来还是没有啊。那你就真会看了，啊，你看到诸法实相了。凡夫不会看，看诸法假相，没有看到实相。啊，实相你从有的那看到它没有。啊，它不过是缘聚缘散的而已。啊，我们这本经书看到是有，其实人家会看说这里头这一百多张纸而已啊，聚在此地要有啊。啊，书一拆开了就没有了。啊，还要等到拆开知道没有吗？不等到拆开我就知道它没有。啊，它是一堆纸叠在此地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那些建筑工程师看房子，跟我们看的不一样。他看的这有有多少多少吨钢筋，啊，有多多少吨那些建筑材料摆在地下的时候，他给你算这些东西，啊，多少天工作日把它排好，啊，照着这个图样排出来，哦，你就以为有了，假有，不是真有。真是永恒不变啊，那这个虚空是永恒不变啊，有也没有妨碍它，无也不妨碍它啊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啊，所以虚空是无为法，不是有为法。这个底下挂菩提说得很好，因缘和合而现诸法，实皆虚妄，但是假名而已啊！啊，我们现在的这个人身身体，因缘和合啊，我们这身体真有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就永恒不变。永远不老不衰不死，那就真的啊，会有生老病死，假的，不是真的 啊佛教给我们不是真的都要放下，真的那就要把它抓住啊，不要受外面这些假象欺骗了。自性即灭，体不可得，故云空无我。这是大乘法里的真实智慧。啊，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是无我。啊，无我之后再给你讲那个真我，有真我，这是假我。真我什么？不是因缘聚会的，啊，跟缘不相干是真的，跟缘要是相干全是假的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